校士和学长，一个关于唤醒心中接近泯灭的火苗。鼓声再响，我们在迷茫中重新看到希望，拾起放置已久的鼓棒，重建一点一滴已消散的交流。我们庆祝，我们还活着。在外头变幻无常的生活中，来一场击鼓仪式，庆祝生命。
让我们再次给育华救生主一个最热烈的掌声。